哇，好痛啊！你该死了哦！帮我打是吧？帮我打！你真的想跟我杀？我真的觉得赵云一样是虐菜神教。还有什么英雄要实测吗？赵云啊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们还有赵云要实测，差点就忘了。赵云航消一技能缓速50变30，大招冷却变高，哎，感觉应该是没什么毛病。哎，为什么现在人拍照都要这样遮着脸？虽然我遮着脸是比较帅，但是好，来吧，赵云。哦 ，shit， 踢到脚。天才有出门？没有，天才都待在家里。我几岁了？我今年24岁，24岁差不多可以结婚生小孩了。我20岁如果生的话，39岁就有一个18岁的小孩。缘分呐、啊，缘分呐、啊。但是目前还是不想交，先赚钱吧。等哪一天你们没看到我直播了，就代表我财富自由了。在20年应该好，在30啊，在40年应该可以。哎，好像不行啊，40年。是时候找女朋友。不要，我害羞。知己知彼，不要花钱谈恋爱烧钱。如果被包养的话，哎、不要不要。男人要靠自己，哎呦，暴击率很高，可以哦，也挥蛮快的，可以哦，赵云，挥，哎呀，队友太烂怎么办？下一场啊，走，看他这个挥的这个速度真的是疗愈啊，来来来，我们来中路投石兵，你个二技的。两军对决，勇者先锋一线，请求集合。我看有人是主一，有人主二，哎，各有各的说法。那我个人哦是随便就点二吧，我也不知道点哪一招比较好。反正这种强势角玩起来就是强势啊。挥，没事啦。哎，我瞄大招喽。哎呦，欺负我的队友啊！没关系，你们后面皮有绷紧一点。紧！来，后面的也可以。漂亮，来吃。挥，攻击他多少？12区啊！制裁还在冷却中。哎，哎。啊！找人啊！可惜。哇！这个人吧。传说对决哈，如果你那个效能很高哈，你的效能如果很高哈。就是你要画面给它调很高，会那个，知道吧？会那个，那个，啊！等等我，马上到！敌人消失，会那个。我用什么电信哦？中华不，呸！中华电信，您最值得的信赖，中华电信。哎，中华吧，对吧？中华4G。啊呢？对面有点凶残哦。
再一下。Nice， 欢迎他们，欢迎他们，欢迎他们，谢谢，谢谢。哼，来一点，来个暴击。太快了吧！我的妈呀！哎呀，这吕布怎么跑这么快啊？见鬼啦！哎呀，对面后面灭团啦、可以哦。啊，玩剑你有大招在打，没大招很难打。啊，国三拳皇，我朋友拳服第一赵云，我改天再问他。走，4300呢、哇，好痛啊！我们伤害超高的、炸下去哦，那个砰！哦，想抢，喂，小托，注意我方，新路卡。请求帮助。又没有人呢、我们逛了一圈，还是回上好了。跑真快，蝴蝶真的是好。跑得好快、你该死了哦！漂亮，我们没有人，很大招，大招延迟有感啊，我觉得。什么都没呢？你们不要给我跑，帮我打是吧，帮我打是吧，帮我打，你真的想跟我杀，跑真快，过来，我们前面是有一点小将，但是后期就不一定了。 Magic Brother， 蝴蝶先给他死，杀一个，拉一下，等一下，十秒大招，一技开下去放二招，双杀，再归一下，大招卖好了，见鬼啦！杀一个，杀杀，对，可以啊，到我这里来，没事，神操作，漂亮，最后一件补全的，赢了。没兵了，还没赢，没关系，来一波。哎呦，这边有点东西哦，来哦。哎呀，这吕布在等打我们的辅助是吧？蝴蝶是吧？蝴蝶。来，都不要给我跑，洛伊是吧？洛伊是吧？来，不要，不要，野鹤，你现在要爆了，你知道吗？哼，我觉得这把啊、我们就是实测那个赵云这只，基本上他这次削弱对于他完全没有影响。虽然我这把膨胀跟逛街了很多次，但是我个人觉得。一样可以出，你那个一技有没有？就是蝴蝶要控挡我们那个千解，用一技能解控，大招敲下去一下，普攻一下，二招跑跑跑跑跑，他就死。我真的觉得赵云一样还是虐菜神效，在我们前面这么逆风都能打回来，可以。这次他大绝冷却比之前久了一点点了、然后。那个一技能缓速我觉得差异不大，因为你基本上你看到就是敲下去啪啪啪啪就死了。就差异不大，伤害 35.9 还行，可以可以可以出赵云，可以，大招时间比较久。